嘿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今天我们来吃上一份番茄牛腩饭，你吃过吗？超好吃的呢，我已经忍不住要流口水了。先吃一个章鱼小丸子，有没有好奇过我的牛腩饭上怎么还有章鱼小丸子？海的味道你知道，满满的都是海苔味，一口下去都是肉，爱了爱了。吃个辣白菜，酸酸甜甜的嘎嘣脆。哇哦！认识这个吗？有点脆，还有肉味，这是什么？好吃。再来一个，好香啊！虾尾。牛腩，据说牛肉是很硬的，看看我的牙口好不好？这肉肉真劲大。再来一坨洋芋，干饭人根本停不下来吃吃，再来一口肉肉，来跟我心心念念的小烤肠，满嘴都是肉，爱了爱了，这也太香了吧。再来一大口，配上辣白菜，简直绝了！干饭人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那个能够让我吃胖的呢。关注我，今天就先吃到这儿哦。你说吃什么，我们接着再吃什么。